是一个成功的牺牲触及，是太疲劳还是结果连续四个坏球，而且都还蛮明显的偏差，蒋劲好了，这是一个偏低的坏球，因为挖地瓜的关系啊，所以蒋少红没有办法接牢，蒋劲演出了盗垒成功，摆在低的位置，被李宏毅拉到了中左外野方向，形成了奥法的长打，所以乐天桃园队要再下分数了。曾经跑回了第三分，李宏毅连续两个打数都是二垒安打。这个球连天网都是不可奈何，这其实打得蛮深远的啊、哦。我们看这个角度哦，然后掉下来刚好击球点刚好在五号位置。所以你这个球的起始位置可能是在二号再更高一点，所以对视线角度对林宏毅来讲是非常清楚的啊、哦。